跟着达琳去上班系列又来了。今天我要去录的是综艺节目《小明星大跟班》，然后我今天要煮咖啡，所以我带了好多好多，连磨豆机都自己带，然后还有光炉。光炉就是不能有明火，就是不会有直接的火焰喷出来，因为电视台不要，所以我就去借了光炉。然后还有豆子，还有我的虹吸器具，带了超多东西，重到我已经一整箱哦。还有我的咖啡精品咖啡师证照、老师证照以及高阶证照，东西太多了，所以刚刚已经请经纪人帮我搬进去了。然后我现在停好车，我要出发去上班了 ，Go！ 前天有点累，还没有上班就好累哦，头好痛哦，怎么会这样子啊、哦？我真的是不能太累的体质哎。好啦，我今天穿得很像公主，有没有？公主风煮咖啡，而且穿纱裙。好啦，出发，停好车了，停好车了，好想睡觉。Go！ 停好远哦，明明已经拿走一箱了，我还有一大袋，然后还有高跟鞋，还有我的大包包。今天这种天气就不适合上班啊！今天这种天气就很想要在家里。好久没有来冬天露营哦。需要去写露营。对。到。好。放那还是我们放两个杯子就好，然后再。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太矮。等一下再放高跟鞋。高跟鞋应该好一点。对，因为它坐台子好高，好立不起来。你的摊位好热闹。对吼。嗯。对呀。帅。气势好不好？好好好好 ，OK OK OK， 好了好了。对，我要煮咖啡。哎、欸，玉清姐好。好，刚刚跟你打招呼，你在化妆。哦，真的吗？对对对，不不不，我想说不要吵你，我就默默出来。你会先磨豆，你会磨豆，磨豆完对，然后就插进来，然后就开始煮，然后煮完了之后。会出来去倒水，插回来放在这边，然后用把它包起来让它下来，然后就会、放回来这边，然后适合完以后倒给主持人喝。有四个，待会补上。那不用纸杯子，好，反正就是倒出杯子让总共四杯，好 ，OK， 好，可以啊、OK 了嘛，这个可以了， okay, 这个好。15分钟以后它的芳香物质
情。我们为什么不直接给他别麦啊？我就是说，那很多小细节动作，比方说绿布要至中啊，这样等一下火才会正中央上来。我要磨豆之前呢，我要先把残粉弄掉。剩下的粉，不要的粉。对，然后快速的开始磨，然后磨了它的香氛就开始磨出来。所有的残粉就上一道留下来的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谁不懂啊？谁不懂？来来来，干香闻一下，闻到什么香？闻到那个有果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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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樱桃香。因为花艺马拉是一个火山地形，所以它一开始的干香有一个樱桃的味道。Thank you.
有多少？结束，下吧，回家啦。怎么样，今天的妆可以吗？我去载我的东西，实在太重了。金姐在那边等我，拜。你看，那很贴心，帮我拿上来了。阿仁，没错。感谢你。你要不要先拿你喝的？哦，好，那你丢着。好。感谢感谢。就像那架飞机消失在天空一样，那个人也被风带走了。